说了，做节目的时候做节目，做节目做完了就是吹龙门阵了。做坏了，做坏了，比较 man 哈。下一个，这个1分48秒比较久。你能 PK 也没用啊，你 PK 跟别人玩也不好玩，那现在不好玩了都没什么意思。上次 PK 其实都很尬呀，很无聊啊，我感觉还做户外好玩。我本来自己就爱玩，又有社牛，又比较喜欢跟别人接触。还有那个乐乐这两天都没来耶，那个美国的那个乐乐，他别现在在买机票了哈，他别过两天来泰国跟我一起过年哈。哦，也是哈，PK 可以拉人气，但是我 PK 到的不都是跟我一样的级别吗？那有什么人气可言？我 PK 到的人不都跟我一个级别吗？没有什么人气啊，我有多少人气，他就有多少人气啊。我现在把这些视频全部发给他，我还把明天让袁子琪来蒙蔽绝逼他，哎，我想洗个澡，太脏了，这头发怎么办啊？好痒啊！内残的，内残的。我明天可比休息一天呢，大家们，我明天休息一天好不好？累了，明天想好好在家里面躺一天，哪里都不去，跳伞，跳伞那边也不去，播也不想播，在家里面好好躺一天，我想，累得很，这一段时间都好累啊，就感觉自己好像啥也没干，又好像干了啥，又好像啥都干了。既感觉自己啥也没干，也感觉自己啥都干了。你看我们这个400粉丝不动的，现在懵逼了。今天晚上相当于播了一晚上，才30多个粉丝，好累哦。是不是别人一进来以为我在录播呀？我就懵逼了。我看看有吃的没有，冰箱里面太饿了。哦，我有吃的，泡面。现在我嘴巴挺凉的，下次再去给别人吃。好像不太道德，又好像有点道德。老干妈也能吃，3秒。我很搞笑吗？想要更多，咱们按12小时播。
那我不用睡觉，对吧？我这两天本来跳伞的事情就很烦恼，这个波又没人。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？就是说生活不会更差，只有更差。不会最差，只有更差。不用担心，不要迷茫，生活总是这样。哎，不要说那些什么大主播都是这样过来的，那都是废话。太累了。我好饿呀！我的天呐，太辣了，太辣了，不辣呀，重庆的。我现在饿才是真的，我不，我就饿。怎么现在进来这么多人呢？齁啊！所以我喝水啊。我现在要先把我今天晚上那些今天晚上做的那些视频，就是我现在在直播嘛，然后我把手机就放在下面，跟我直播一起在拍的，有些东西其实很多都没拍到，我要把它发给园子。然后直播这个视频我看怎么搞，这直播3个多小时，我的天哪！这3个多小时它只能10分钟10分钟的截，相当于我要截100。10分钟，60分钟，就6段，3个小时18段，4个小时，24段视频，也是好像也没问题啊。24段10分钟的视频，让原子去切吧。他一天没事就可以去给我剪视频了。就直播的回放，它跟另一个平台不一样，它只能10分钟10分钟的选。就很，就是这个平台哈，它跟我之前的那个平台，就我们被封的那个平台不一样。它这个只能10分钟10分钟的选，如果可以全部上传，我直接全部上传，你们自己去看，绝壁 OK 的。但是关键是我还要去看一遍，我疯了吧！我的妈呀，我一天哪有那么多时间呢？播了4个小时，累到我真的真的。我现在太饿了，不行了，好饿。怎么现在进来这么多人呢？都做完节目了，进来这么多人，又进来这么多，欢迎各位大哥哈！我有电脑，我没带呀。我来泰国是来玩的，不是在这里来定居的。我的那个，我电脑都在我家里面哈，订个外卖下老干妈，算了，就吃老干妈吧。我们节约点哈，今天手机都干掉了一个。点点订阅，请你点点订阅好不好？不要说好久没看到，我今天节目做完了哈，不要跟我说没看到，累了，我累了。今天做节目累惨了，也不叫做节目哈，就叫什么来着？日常生活，哎呀，我要不吃个泡面吧，我好累呀，我想睡觉。这边还有多少个视频？你妈还有这么多视频，我无语了。今天晚上接触了300个人。小腿画的啥？这小腿是一个印度人把我这个给你们播手机的这个手机抢了，
然后我今天做节目的时候是做的一件衣服嘛，然后让他们签名嘛，这样子，然后写生日祝福。他直接写在老子腿上来了，看。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哈，今天的节目已经做完了，还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不？哎呀，累倒了，真的累倒了。遇到的几个重庆人哈，就是当时，我现在在那个泰国。因为手机有个机箱，不想有很多哈，70多个视频，老子今天晚上，我今晚上至少跟300个人，至少哈，至少跟300个人打了交道，就是这样子。不行不行，至少跟300个人打了交道，至少300个人，70多个视频。新进来的点点关注，哔哔！新进来的点点关注，哔哔！累到了，真的累到了。我的，你听我的声音已经……哦，天哪，我的声音已经沙哑了，怎么办？沙哑了哈，今天晚上太快乐了哈，大家，今天晚上实在太快乐了，声音都沙了还不快乐，我的妈！我现在想杀人，怎么有这么多视频呢？你能不能发快一点呢？阿弥陀佛，大家新进来可以点点订阅哈。啊，我的妈呀 ！Who can help me? Who can help me? Who can help me? Please.哎，你们要不你们全部来泰国玩，我带你们玩吧。你们来一堆人，我就在前面，你们就在后面跟着就行。我反正都很无聊啊。你们话都不想说，好烦哦。我都不知道我现在直播间到底有多少人，你们知道吗？没有啊，我走了也可以再回来啊，住我家也可以啊，你们来一堆人，地上睡地上呗，大家一起睡地上。I don't care。其实我英文真的，哎呀，有点差，我发现现在不会说。贵族又来了吗？有贵族吗？我没看到啊。是我这边有延迟吗？我现在想赶紧的把这个视频赶紧发给我朋友，太多了，然后我现在想要赶紧睡觉，我看不到哪些是贵族，看不到看不到啊，我累了累了累了。啊，一个视频一个视频的发。今天有10几个、20个贵族了，哎呀，你是不是我的粉丝嘛？你是我的粉丝，你应该欢迎一下他们呐！我那么累，他们看到的吗？看到直播的吗？应该看到的。
那看着就行呗，没关系。没事没事，我们这个东西还是要凭点缘分和运气。我好累啊，我只觉得我今天好累，其他没有任何感觉，就是累。那他觉得是录像就没办法了哈，我都说了是直播。我们赶紧吧，我们现在的目标。今天你的阿乐还没来呀，我都还记得那个阿乐还没来。我是不会去那个什么互动的哈，我还是相信。他一定会有一个人看，然后他会告诉别人，啊，这个人还不错，然后那个人他送了礼物，好，谢谢那个回忆小时候送的雪瓶哈，然后他也会去告诉别人，那个人还可以看，你可以去看看，好，说不定慢慢慢慢他们会去帮我推，他们就会就推出来了这样子。我现在哈就是我有时间我播，我把节目播完，我晚上会跟你们聊会儿天。写泰国不行，好像不能写泰国。我前两天不是写的泰国嘛，然后他不是说有什么问题吗？有字给我讲。还有十几个视频，我的妈呀，疯了！你没发现我之前都是写的八题啊，都写的 B 吗？我去找他，别人凭什么理我呀？我真的觉得你们，我们打发弹幕的时候稍微那个什么一下吧，我不回你就显得我好像。怎么样？你可以让他来找我哈，没空去找他。我现在可是很忙，小主播我也不认识啊，关键我不认识。我们这种肯定是百万级的大主播哈，不用说了，我们不理他们。一二三四五，你是500，你是250。极目肖郎，因为这个人好像是工会的哈，应该是机器人吧。我们今天的节目，哈哈。王老师是谁啊？不认识，不认识。没看到的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啊，今天的。太累了哈，太累了哈，今天。就是玩这种哈，今天。那是1万多粉，他说你是250。
不是，现在我对着你们说话哈，我会觉得我是在对着空气说话。如果我在户外的时候，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哈，会有点懵。太多了哈。你现在让我怎么办？你要让我，我们，哎，那个，寻找初心，咱们能不能让我开心一下？我这两天他妈的，叫什么，跳伞跳伞，操！然后做个活动做的这么那个，我不会玩这个就不会玩啦！给他，哎呀，老子把你踢出去干了，不要你看了，爱看不看，真的是怎么给你踢出去，气死我了！管理，禁言，确定。你不要说话，走远一点。我爱玩不玩，你爱看不看，干的，气死了。屁话又多，靠啊！我这嗓子丢了，气死了。那屁话又多，爱看不看不看拉倒，还那么多废话。说明一个问题，随便呢，巴西都能骂死我。哎，赶紧的把这个发完，睡觉了。这叫互动，互动个屁互动！我大哥十几二十个，我都可以不跟他互动，我跟他互动这个让我心情不好，我有毛病呢。做事情要让自己开心呢、啊。我们等五分钟过了，我看一下，还有十几个视频啊，有十几个视频，马上就好了。干！没有，我就要把禁言了，怎么样嘛？我今天就是不爽，我嗓子现在都丢了，还是你跟我讲我不会玩这个，我不会玩这个，你可以不用看的，气死！不行了，我嗓子都没了，我的嗓子丢了。哎，澡也没洗，现在。开心就好了，不管你们的。我记得有一个视频，他把我的手机抢走以后。
鲜那边要不要吹一下？什么叫海鲜那边要不要吹一下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只希望现在赶紧的发过去。什么叫海鲜那边要不要吹一下？什么叫海鲜那边要不要吹一下？哎呀，不行了，哇！你能不能快一点呢？这个网怎么这么慢？我觉得下次我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，不用说这么多话。对，我真的没有必要说这么多话，我直接写一块板子，不然我直播间这边根本就没办法去顾到。哎，他说的是有道理，但是我现在就不想听到这种话，听到累得很，本来都很辛苦了这两天。3分钟，1分47秒。仙哥这个月给妹妹刷了4.3万。哎，结不了了那个哈。那么好一个机会，仙哥这么大个，我当时一看他，我就觉得他应该是挺土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有这种感觉，可能是有钱人和有钱人之间的一个气息对比吧。太可惜了，没有这个机会了，应该是没有希望的了。只是因为叶子他是这样跟我说的，说一个月。但是他这样说的话，应该也是没戏。对啊，他就是从那进来，就是几个飞机给你扔到那里。野生大哥第一天看到了，那个视频做出来怎么样啊？我感觉这个还是 OK 的，就看视频怎么做了。哎呀，我现在困得不行，还有4个视频还没发出去玩，发完了就睡觉了，我困得不行了。哎，不管了，被人搞就被人搞吧，不要想那么多了。本来就那么大个碗，然后。装了那么点菜，然后大家都不够吃的，你自己再去吃，你一吃又吃他妈吃的多，就没什么用。哇，还有3个视频，我不行了，我累得不行了，我困得不行了哈。谢谢你们的喜欢啊！现在是大哥帮我买了热度吗？怎么进来这么多人？突然一瞬间，啊，我好困了，不行了，困得真的是没办法。还有一个3分钟的视频，还有一个12秒的视频，就差不多完了。新进来的可以点一下关注哈，我们主播这边啊，那个做完了哈，节目做完了哈。哦，很正常。冲冲冲冲冲冲冲！
两个视频啊。原子，明天你这个手机炸掉吧。它绝壁要炸。哇，好累啊。这会不会又给我试黄呀？一会儿人狠话不多呀，初心还在那里，五分钟过了可以存住。没有啊，这边看不到初心在呀，没在呀。他走了呀。太扯了。哎，我今天晚上调个闹钟。出来 solo， 太扯了。那个废墟鼻，它进进出出的。啊，我睡觉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还有两个视频，还有两个视频。阿俊没得评论了。哎呀，不要不要，太累了，太累了，睡觉吧。不行，明天我也跟家里说，我说不调。困得不行了，赶紧让我睡吧。哦，明天我必须得去。啊、哦，太困了，太困了。妈在，我真的要睡着了，赶紧的，就还差两个视频了哈，两个视频发了就好了。大家可以点订阅哈，然后可以关注一下那个某音哈，我们是一个被抛弃的人物哈。然后，哎呀，觉得我缺一个人，但是我现在去请个人又不划算，神得很，就像买个手机一点都不划算。现在想一想，亏了亏了亏了，亏惨了。嗯，睡觉都很想困了。这三分钟的视频还没发出去，我要裂开了。大家可以点点订阅哈，哦，要睡着了哈我。你能不能装快乐一丢丢啊？这个也吃不下。对啊，明天肯定要去基地啊。我不跳，但是我都要去，不然我怎么送衣服给别人嘛？今天晚上做这么大个节目。明天不把它送了，虽然我很不想送，我觉得这个衣服我挺想要的，舍不得，但是毕竟是送给别人的，还是得送啊。把这个视频发完了我就睡哈。啊、哦，最后一个，这狗叫的真的。
你妈的，让我有点懵着狗叫的。调一个6:40的闹钟。狗的声音叫得我都哭了哟。还有几十秒哈，困得不行了。我还有1分钟。啊，不行，我想去看一下狗在干嘛。不知道走狗在干嘛，那边在叫。大家新进来可以点点关注哈，啊，我们一共才500个粉哈，播了3天了，我好累啊，才500个人，哇，好想回到那个平台，可是那个平台它不属于我，我的野生大哥都给别人刷了10万块了，哎，我真好惨。太惨了，太惨了，没有这个命，妈的，太他妈惨了！啊，欢迎哈，欢迎哈，欢迎！别跳，我不会跳的哈。主要是想到刚才是谁说野生大哥给别人刷了10万块钱，我就觉得，哇，what happened？应该可以了吧？那做了400个人出来，还是我觉得还是，我还是蛮满意的哈，蛮满意的哈。抖音关键是没有流量啊，我现在抖音涨粉太慢了，没有视频了，视频也不好看。像今天晚上这个节目做出来了，然后我都拍了视频发给原子，看他做的怎么样，看原子做出来会不会好，原子去做。那个恩初先生发给他，那边发不了，就是有一些啊，终于要出去了，最后一个视频，原子，好，来我给你们看一下哈，来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来，给你们看一下哈，你们。你看看，70多个哟，有70多个视频，我们要不要数一遍呢？他自己去捡去吧。我那阵把币买好了，那阵插个摄影师，我那就抓个人给我当摄影师，我在想那个问题。那阵你看哈，我在那个商场里面，那儿。Yeah.
thank you. Okay. We try next one. 手机都拉反了。这个视频好，拍得好。I love you. Hello, Leo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Thank you. Happy birthday, Leo. 这他妈 Leo 要成吃百家饭的人。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不行了，睡觉了，睡觉了。好，挂了，挂了，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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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拜拜。你们自己也没两个人哈，我也不知道有几个人好，不行了，困了。下播了，下播了。Good night, OK, 拜拜 ，See you。这他妈 Rachel 还没睡着，牛逼啊，这人。